如果老婆都不收桌子怎么办？只好自己当家庭主妇。呀呀！我帮老婆整理桌子，她却说我衣服很丑。那要怎么办呢？不结婚吗？哈哈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。My God！这是一个老婆与女儿们都在疯狂睡大觉的故事。你睡饱了是不是？啊！老婆刚睡饱，好像合同，看起来像秃头。有没有看过合同跟水母亲亲？为什么你是水母？不然我是什么？嗯，这么大包哎、欸，不然我是埃及法老。我觉得傅满意会从土里面爬出来揍我，会起来杀人。对啊，你快去洗吧，我们等一下赶快化妆，晚上要直播了。这个什么丑衣服啊？为什么很丑？很丑啊！这很不适合你，这很像在什么不知道什么地方打工哎、欸。我之前有一次就穿这件出门啊。那我有说好看吗？我应该也是说很丑。那一次，整理被子。小可爱，你起床啦、啊？美美也起床了吗？美美也要起床啊。哦，睡饱了。你们今天去公园玩很累是不是的、啊？睡爆了。你们两只小母狗。那刚睡一起。对啊，其实感情还是蛮好。美美月经快点来，你要赶快有女人味一点哦。有蕾丝边在打架，你有打？美不可以，美美不可以，下来美美。小母狗会有这种比地位的，所以会也是会起的。不过满满是抢赢干贝，然后不理美美，赢了面子，输了干贝。很喜欢睡在下面呢、啊，我们现在把它挡住，让你睡不下去。哈哈，你们的秘密基地没了，要被我们挡住了。哈、啊，满满发现被挡住了。哦，满满发现了，发现被挡住了。哈哈哈哈啊，好笑哦！搞贱狗，给我现在去跑进去。它在这个位置。喂，美美，出来哦。它在地毯上，你把地毯拖出来就可以拖到它。啊！它咬你哦。没有，抓到他的脚了，拉出来了，他不敢咬我。他们不能一直下去，因为他们下去很容易有霉菌，下面很脏。刚好以后这样挡住我们，以后垃圾也不会一直飘进去。哈哈哈哈哈，你们进不去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，他们发现进不去了。哈哈好可怜的哦，你们的家没了哦。满满，你是不是不能进去？有点心情不好。满满心情看起来超不好的。真假的？你看怎么样？我是为了你们的皮肤好。医生说你们要多晒太阳，多晒太阳，你们关节才会好。不开心，本宫乏了，没让你说话。就别给我说话，想清楚再说。本宫什么都能与你分享，只有绵绵不行。说你爱本宫的什么？两宝，就这两宝。嗯，本宫早已看破你了。亲完这一下，我就请我们的小满子跟小美子把你拖出去喂狗。来人呀！拖出去喂狗！这个大胆的娘米，滚！啊，我啊，我的头好痛哦！丑女，你为什么是丑女？你长得很丑啊，这么白，白的跟没血色一样，这么方，方块酥的像方块酥一样，嘴巴这么揪，跟菊花一样。嘴角这么憋，跟憋蛋一样，吵死了啦！嗯，可是我喜欢你啊。丑女大变身 ，Yeah！ 我把沙发下挡住了，所以他们现在只能睡在外面。吃东西，吃东西，现在要来看那个。达芬奇密码，我老婆专门看。
糕上面写达芬奇啊。Symbols are a language that can help us understand our past. 我们等一下要准备直播了。好吧，下楼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也爱你们。好啦，我们现在直播完了，直播完的时间就是休息的时间。对，然后我本来就是要跟我老婆一起看电影，但他现在要打传说，他没有要理我了。打一下下，一下下不开心了，我要去跟满满玩，不要理你。这就是为什么满满的地位比你高的原因。一下下，满满不会帮你煮饭，你也不会帮我煮饭啊。我不会，我上次还是煎鱼欸，煎鱼而已。每次你不会煮的食材都是我在弄。赶快玩啦，我要拍妈妈，我不要拍你了。妈妈是喜欢你了。妹妹，你刚去尿尿啊？妹妹，妹妹要来讨包包了。嗯，现在吃直播前没吃完的石木鱼皮。嗯，妈妈在看我。嗯，妈妈喜欢妈妈，爱妈妈爱到不行。我刚吃了一滴，我刚刚那个血量都是压起来的。我要把卤肉饭剩下的卤肉吃掉，怕胖，然后又爱吃。对啊。什么对啊？嗯？什么对啊？他说我胖。让火挂了。满满在刷。满满太会刷可爱了哦。刚刚上传的第一个频道会员影片，后面那个女人好吵。那你另外一个妈妈很吵很烦，对不对？打扰你睡觉。卸完妆上传第一个会员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影片哦。什么影片？没有贝拉的，那三口是不含贝拉的。它只有声音，很吵的声音。看好第一支会员影片了，大家已经看了，是满满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现在老婆卸妆啦。然后妈妈还在我脚上撒娇，一直撒娇，把它丢下去，它要爬上来，对不对，妈妈？撒娇狗又倒又倒又倒了，唉，怎么是妹妹抬头？有这两只不够，现在还有第三只，这么大只的，很大只就算了，还穿那么丑的衬衫，哪有丑？满满这个是我的，刚刚我也是你的，但是你没有理我，都是满满在陪我。你好意思说？他只是想睡觉，然后没有啊，刚刚都他陪我的、啊，你刚刚一点都没有陪我。嗯，什么嗯？你嗯就代表你有陪我吗？嗯、我脚麻掉了，你起来，我真的麻掉了。嗯，妈妈起来。血好痒，妈妈来。啊！你在干嘛？你在赎罪呢。痒啊！真的很舒服啊！耶！大家谁要看我们的影片呢、啊？好恶心哦！妹妹，我你的给我。Nope。你刚说没有的，你刚说没有的，啊！那口水啊！我看哦。行啊！我死翘翘了，我死翘翘了，还有人在舔我的手。谁？妹妹？妹妹？妹妹舔屁哟、哦！把这两只小飞狗上床了，还有一只小黄飞狗自己跳上来了。为什么是黄飞狗？叫两声来听。啊啊啊！超困的，看不完打完新闻还有很多。
啊！哦，在乱选，就去选会，还在乱选，不会玩就不会玩，在游戏打他。录音都会录进去哦。我没有说什么，我说不会玩就删游戏。我提醒你而已，可以剪掉。